电影《诛仙一》已经上映了。据媒体报道，近期央视中国电影报道请来了编导胡建礼点评电影《诛仙》。他表示，对于演员的演技，肖战、李沁、唐艺昕中规中矩，孟美岐演得不太好，令人比较出戏。不过粉丝们纷纷表示，认真和专注是一个演员的必备素质。女主之一的碧瑶饰演者孟美岐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点，态度不输给任何人，相信孟美岐以后会更加优秀的。